今天的天气啊是格外的晴朗，这不大海又他妈退潮了，出发吧。哇哦，大毛哥，哈哈，收了。长腿我八哥又来了，还在这儿钻洞呢。好粗壮的大腿啊，这么有力的大腿会不会很好吃呢？带回去起油烧锅怎么样？我怕锅都会被馋哭了。小海螺真的很会躲呀，头顶上飘点绿，我就发现不了你了吗？走吧，带你回去。大蜘蛛珊瑚也太漂亮了吧，送给我双击和关注的漂亮小姐姐们。Hello， 我的小伙伴们，大海退潮了，咱们又出来赶海了，走，出发。发现一条小鱼啊，在这儿。哎，你给我跑，你给我跑，小黄鱼啊，看看这边，哇，搁浅了一条斑马鱼啊。太漂亮了啊，收！这小八哥这是怎么了？特别好玩啊！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。哎，一只皮皮虾游了过来，来吧！嘿嘿，这皮皮虾就是调皮啊！收！这里发现一只奇怪的派大星啊，咱们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里，你们看，哇塞，一个大螃蟹！哇，这是变异了吧？好奇怪的颜色！我去，这是一条什么鱼啊？搁浅了呀！哇，这大嘴巴好像是鲨鱼。